爱我别走，如果你说你不爱我。哎，那次给你介绍那个女朋友怎么样？不是女朋友。那女的不是蛮好的吗？1.7米，36D。我不想说这个。难道你想和静瑜过一辈子吗？哎，看一下几点。喂，看一下几点。今天不要走这条路，不走这条路，还有哪条路？这样，你信我，今天不走这条路，不走。你停车，停车。你咋了？你又咋了？停车，停车。你他妈有病是吧？你知道现在很危险吗？我先等等，好吧，先等一会儿，就等一会儿。你成天神经兮兮的，谁鸡巴受得了你？我说的，慢点。你是那个数字，你是那个热出生意思，你是那个热出生意思，你是那个热出生意思。他不会是你的张博约吧？对。
你吃那个数字，研究出什么意思？牵着你一起走。